猫仔啊猫仔，点解你咁百厌噶？走咗去禅逢嗰度。好彩有个住喺深水埗福荣街嘅好心女人，见到你晕咗喺唐楼五楼嘅禅逢上面，惊你一直缺水缺粮。琴日朝早10点几上门通知单位住客报警。话快啲啦，你嚟快啲，快啲，拉上条警察就拉上嚟，唔该晒，条尾到啊。消防同爱协之后到场，救咗只猫仔检验啊。